这一款运动内衣两个颜色，它是为 BC 罩杯提供一个轻度支撑的。泡沫杯的胸垫非常轻盈又很贴合，很漂亮的两个颜色，它长度也比较长。刚刚是穿的是坚果棕，现在穿的是电柠檬，这两个颜色都很漂亮。肩带的话也是非常的柔软舒适。后面交叉美杯 Energy Bright 为 BC 罩杯提供一个中度支撑 Oxygen 的面料，舒适轻盈顺滑，它可以做各种运动。那它也是一个亚洲版型，领口更高了，这个收腹乳收的也更好了。B 的小短款 EBB 的短款背心也是这个电柠檬色的，那它呢真的是一个爆款，大家一定要在上新的时间，如果喜欢的话一定要在上新的时间第一时间去买。整个的话又很日常，也可以出街穿，然后它自带胸垫的，胸垫也可以替换，是一个非常高颜值的小背心。这一款是比较适合中高强度运动的背心，这后面是网面拼接的，长度也够长，可以盖住屁股，侧面的话都是有这种反光的细节，跑步啊运动啊都非常的上手，面料非常的快干，四面弹地。这款 Live T 呢是一个棉质面料，添加氨纶不容易变形，日常穿着也非常的舒适。下面的话是有一个弧度的版型，后面这款小短袖呢，我个人还是很喜欢的，两个颜色白蛋白和这个黑花岗岩，它侧面是有一个大的蝴蝶结的抽绳，可以调节，可以宽松，也可以把它这样系起来。它有配套的裤子，后面是这样的，一个超短款，会显腿比较长，忽略我的大孕肚。黑花岗颜色的话，我觉得它是一个非常高级的颜色，比黑肚的要多了一些灰调，整体的感觉也是非常气质的，黑色的也很显瘦。这个面料是有一些垂直感的，很舒适。也很好看，我觉得这个日常休闲穿就可以。这款 Back in Action 是一个莫代尔的面料，非常的柔软舒适，前短后长，后面是有一些线条设计的。这款雨衣外套也是一个经典的了，那它这个袖子这块是可以调节的，有一个调节扣，然后挽过来呢就是有一个大 logo 在这个袖子的上面，也很可爱。它就是一个平时可以遮风挡寒，然后雨天的时候可以滴水不漏，它帽子前面有一个沿边的设计，这样的话就不会有雨水渗进来，所以我觉得这一款外套还是挺实用的。后面它也不用洗，如果你脏了就擦一下就干净了，非常的方便。那你穿它也完全不用担心说因为它遮风挡寒会不会不透气，因为它这个侧面后面都是有好多透气孔的，就不会让你觉得很闷，而且它这个口袋也特别的多，这亚麻色还挺好看的。本期我最期待的一个新品，它虽然是男装，但我觉得女生穿也很好看。它是一个科技成分面料，有比较新技术，味异味的话它都会快速的让味道消失，同时呢它是一个下臂有更多的一个线条设计，就会让你舒适延展更多一些，这个就男生女生穿都会很好看的一个颜色，非常的温柔。觉得这一件是可以搭配这个小腰包的，就颜色上很搭，男生女生都可以这么穿，白蛋白色也是比较百搭的吧，这个白蛋白。这件卫衣呢也是男士的，它是毛圈棉的，整体很舒适也很光滑，它添加氨纶不容易变形，那我觉得这个颜色是很喜欢的，都给大家上身试一下，稍微有一点点前短后长，后面是有一个宽的收边的。这是细菌灰的上身，它侧面呢是有一个拉链的，这个拉链可以打开就做一些变化，同时袖口下方也是更多的拼接，就让你的收放是自如，即使在运动当中也不会因为袖子去卡住你。那它同样也是有比流心技术，比流心技术其实就是减少了洗涤次数，因为它可以快速排汗嘛，穿了出汗了之后把它挂在通风处通通风就好了。身穿的白白白色，戴个小帽子，也是男装呀。我觉得这款帽衫呢就是可以直接搭配男士的这款小外套，这小外套整体也是很舒适的，非常有设计感，也很有型，可以把扣子打开挽起来这样穿，就有一种叠搭混搭的效果，所以女生穿也可以很帅气。它整个的型会很好，是有拉链的安全口袋，这个都是东西也不容易丢嘛。这款外套其实也是男士的 Lululemon 产品里面的一个明星单品了，因为它太有型了，安全口袋也特别多，上面也是有这个安全口袋的，石墨灰的颜色也很酷。它的这个开合是暗扣，所以就穿脱还是很方便的。另外的一个颜色，下面是漂亮的小裙子和短裤。这个 Hotty House 的网球裙呢是一个非常轻盈的面料，前面这儿有一点点网纱拼接，两片式的，像是一个平角的
安全裤，两侧有口袋可以装手机。然后它里面的这个裤子是有防滑的，就防摩擦的这种设计，就你穿上它不会跑来跑去，非常的适合运动去穿着。穿起来的型大家可以看一下模特的图片，我太胖了就不给大家试了。这个是一个 Chuckless 的运动短裤，也是经典款了，中腰版型 Swift 面料，非常非常轻盈，你看就轻轻薄薄的，里面呢也是有一个安全裤，但它是一个五寸的，大概内长在13厘米左右，比较适合跑步。这一条是 Speed Up， 也是经典的运动短裤，也是 Swift 的面料，非常轻盈，它也是中腰设计，看它这个腰部会更舒适一些，它是四寸的，大概就是10厘米左右的内长，里侧也是有这个安全口袋，后面有一个后腰部有一个宽的口袋，可以手机小的话是可以放手机的，一些小钥匙、小卡片之类的。下面是一些长裤，这个是 Scuba 的长裤，这是一个不加绒款喽，就不会看起来很臃肿。同时呢，它也可以跟我们的 Scuba 连帽上衣搭配一套，很舒适，两个颜色都很漂亮。这是奶油薄荷绿的，大家可以看一下模特的图片。然后这个是一款新款的瑜伽高腰紧身裤，它是 Lux Gym 的面料。这一款它条纹的这个呢，其实更容易排汗，平时穿也是非常好看的，整体的塑形效果也还是不错的。后面的话腰，我觉得这个臀线好像更高了，更会显着臀身比臀腿比会特别的漂亮。这个坚果棕的话很适合春夏穿，这是 Wonder Twin 的20寸海军蓝，是这个 Everlux 的面料，内侧光滑，外侧毛毛质感，中高强度训练。Grew 这个阔腿裤，大家真的是各种等，各种抢。它现在到了石墨灰，石墨灰如果穿腻了黑色，就可以尝试一下石墨灰的颜色。这是 LA 的休闲裤，下面是这种开口的，它就比较适合平时穿，面料非常的轻盈，也是一个不容易变形的面料，两个颜色白蛋白。反正白的穿起来也挺酷的，比较舒适。其实我觉得这个裤子就非常的在于搭，垂坠感也很好，在春夏的时候穿它，在甚至可以在上班的时候穿，就很职场的一条裤子，或者是出去旅行穿。更多款式和新品大家可以看我上一条视频，那里面会有更多的款式和模特图。在后半部分，所有的新品呢都是在明天才上线的，全国各大门店的新品大家都可以在那个视频看到哟。我是大肥，大肥，再见啦，下期见。